临死前才发现我这一生是个笑话，养了十几年的孩子是别人的，老婆在外面另外有家庭，我为了他们主动放弃治疗，可他们居然让我自生自灭，直接把我气死。重生回来，我决定报复。真当老实人没有脾气啊，王哥，你再考虑考虑。听人家说那是个黑工地，虽然工资高，但是伤了好几个了。你家里又不差钱，但不着这么拼命吧。 我看着眼前劝我的工友，确定我重生了。上辈子他也劝说过我，但是我为了多挣点钱，还是去了。最后在安手脚架时，不小心掉落，摔得全身瘫痪。我不忍心家里花钱，决定放弃治疗，回家等死。没想到老婆孩子将我丢在一旁，任我自生自灭。在我奄奄一息时，竟然听到儿子王雨杰嫌弃的对老婆李玉玲说：“老头怎么还不死啊？” 要不然把他送回乡下算了，到时候真死家里了，多晦气。就算知道久病床床前无孝子，我还是很难过。我对从小就对他疼爱有加，没想到我儿子竟然盼着我早点死，还嫌弃我晦气。李玉玲温柔的安慰他：“你再忍忍吧，送回村里了不方便。不管他的话，村里人会多管闲事报警的。城里多好，关起门，谁知道你在做什么？”我难过的闭上眼睛。 原来结婚这么多年的妻子也想让我死，那我辛苦打工是为了谁？儿子继续发泄不满，老婆又说：“好了，你别生气了，想想他家的地，等拆迁款一下来，你想要什么样的房子没有？到时候我和现在的老公离婚，咱们一家人就可以好好的享福了。”什么？我的老婆居然还有别的老公，给我戴绿帽子，还想要我老家的房子和地？我愤怒的想起身来问。 但是长期被病痛折磨的身体没有一点力气，只能用喉咙发出点嘶吼气声。女儿王晴晴听到动静后，向李玉玲撒娇：“老头，这个动静太吓人了，妈，你快想想办法啊！要是他再这样，我就和朋友出去玩了。”李玉玲的声音向我靠近，真是两个小祖宗，几天都忍不了。妈，这就去送送他。他推开门，用手捂住嘴鼻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：“王守仁，饿了这么久，你怎么还不死啊？” 真是个蟑螂！我无助的吼叫，盼望儿女能良心发现来帮我。李玉玲察觉到我的意图，掩嘴轻笑：“别白费力气了，这两个孩子都不是你的，又怎么会向着你？”我当时匆匆的嫁给你，就是看你家里只有你和你妈两个，好糊弄，把孩子生下来有人养。他见我气得呼吸急促，更得意了。没想到你这个傻子，把他们当亲生的一样疼爱了几十年。你放心。 等我们拿了钱，就把你和你那个傻子娘埋在一起。一家的傻子给我养了这么久的孩子，还对我感恩戴德，我气得眼前阵阵发黑。我王守仁一辈子勤勤恳恳、老实巴交，怎么就遇到这种毒妇？我辛辛苦苦省吃俭用的养了十几年的孩子，是别人的不说，连头上的绿帽子什么时候戴的都不知道。李玉玲还不满意，又低下头来。你以为当时和你扯离婚证？ 是怕我娘家要钱吗？你以为我把房子写儿子名字是为了让你放心吗？其实都是为了以后好甩开你。他看我还没咽气，又假惺惺的说，原本想等以后你老了，不能挣钱了，再丢下你的，没想到居然发生这种好事。你家的地要征用修路了，你死的正是时候，要不然我们还愁怎么把这些钱骗过来呢？我听后直接被活活气死，再一睁眼就听见工友在劝说我。 王哥，你咋了？工友看我咬牙切齿的样子，害怕的推推我。没事，你说的对，我不去了。我颤抖的问他要了一根烟，工友心疼的把烟递给我。要我说，你家孩子都上大学了，嫂子也一直在外面打工，王哥你咋还这么抠，烟都不舍得买？我深吸一口，用力的吐出来，狠狠的说：不会了，以后老子再也不会这么抠门了。扔掉烟头，我带工友去小卖部。 豪气的买了几包烟送给他，在工友诧异的目光中，我向家里走去。李玉玲、王雨杰、王晴晴，你们一直把我这个老实人当傻子，看我这个老实人怎么报复你们！我回到家，就看到女儿王晴晴躺在沙发上玩手机。她见我回家空着手，不满的问：“爸，怎么没有买菜？也不好好上班，我的生活费咋办？”我冷笑一声：“这就是我疼爱了这么多年的好女儿。” 一点也不关心我，就拿我当挣钱工具。王晴晴见我没理他，撅着嘴说：“你再这样，我给妈告状啊，你告吧，我巴不得他马上回来。”我板着脸吼。王雨杰听见声音，睡眼朦胧的起来，一天天的喊什么呢？我没理他，阴沉着脸坐着。王晴晴阴阳怪气的给他说：“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旷工，也不做饭，还说让我把妈找回来，看来是不想好好过日子了。”好好。 不亏是李玉玲的种，从小他们就对我没大没小，我还以为是我没教好，原来根子就是坏的。我狠狠拍了下桌子，还怎么好好过日子？我在工地听人说，你妈在外面找了个相好，两人搂着一块逛街，可亲热了。王晴晴到底是年纪小，突然被我这么一炸，立刻就慌张了。谁在外面乱嚼舌根？他们就是看你过得好，老婆在外面打工，你在家享福，才这样说的。边说边给王宇杰使眼色。 王宇杰也劝我：“爸，你真是的，都多大的人了，还信这些？妈在外面打工就够辛苦的了，你还这么想她，妈知道多伤心。”呵呵，李玉林他有心吗？我拍着桌子喊：“人家亲眼看到的，那还有假？你妈一出去就是一年两年，谁知道她在外面干什么？”李玉林自从搬到城里后，经常一两年不回家，但是回来了又在家里待一两年才出去，这也是。 我上辈子没怀疑他的原因，我伸着脖子冲王晴晴喊：“你现在就打电话，当着我的面打电话，问他在外面干什么。”王晴晴哪里敢当我面打？他缩在王宇杰背后，偷偷的鼓到手机，悄悄给他妈通风报信。不一会儿，李玉玲就给我打电话了，接起来就是一通骂：“王守仁，你要反天了是吧？老娘辛苦在外面挣钱，你在家闹什么幺蛾子？”我也不想给他多说。 开门见山道：“你直接说你在哪里？你出去这么多年，我也没去看过你。刚好孩子们都放假，我们一起来。如果是我错了，我给你磕头认错，你敢吗？”李玉玲没想到我态度这么坚决。我不是给你说了，我在当保姆嘛。现在这户人家管得特别严，要是知道我和老公孩子见面，会不高兴的。我不屑的笑笑：“你是去当保姆的，还是去坐牢的？什么人家连见面都不让见，不行了就不干了，回来。” 反正家里两个孩子，我也养了这么多年了，也不差你一张嘴。李玉玲明显慌了，行，你就是不相信我是吧？你把电话给晴晴，我让她买票。行，咱们就去，去了看你能说啥。王晴晴丢下这句话，拉着王宇杰就出门了。我在家翻看我的存折，嗯，还有点钱。本来是想给两个孩子交学费的，现在看来也用不上了。我看着这个空荡荡的家，不想再一个人待在这里。 胡乱转悠到一个饭馆里，一个人喝闷酒，想着前世的遭遇，越想越伤心，忍不住默默流泪。餐馆老板娘端着一盘菜放下，安慰我说：“大哥，这个菜是我送你的，我就想劝劝你，这人啊就没啥过不去的坎。”我听后连忙把头低下，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脸上的泪水。自从我娘走以后，再也没有人这么安慰关心我了。第二天一早起来，直接去王雨杰卧室。 看到他在床上睡得半死，直接一把他薅起来问：“你和你姐买的几点的票？”王宇杰昏昏沉沉的把我手拨开：“什么几点？什么票啊？你是不是疯了？”我学着上辈子李玉玲阴阳怪气的表情：“怎么我一说要去看你妈，你们就这个态度？不会是你妈真的外面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？”王宇杰见我软硬不吃，咬着牙说：“行，咱们现在就去。我们订了最近的票，坐车出发了。下车了，我问他俩。” 你妈怎么不来接我们？王雨杰挠挠头，左顾右盼的张望。妈说主家突然有事走不开，让我们先去找个地方住下，晚点过来找我们。我点点头，又转头问王晴晴：“你妈真狠心，离家这么近也不说回去看看你们。”王晴晴僵硬着脸干笑。我一看就知道，李玉玲绝对不是在这里，肯定是他们和起火来骗我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这回怎么演。我们一直等到快十一点了，才见到李玉玲风尘仆仆的过来。 我看他就是经过了旅途奔波的，也没点破，直接开口，要不然别做了吧。这什么主家，啊，这么晚还有事儿？李玉玲没好气的说：“说的倒轻巧，我给人家签了合同的，贸然走要赔钱的。你个土老帽懂什么？”我装作心疼他的样子：“土老帽怎么了？你给我说是哪家？我要去告他们，太欺负人了。”他愣了愣，还没说话呢，王宇杰就不耐烦的喊：“还有完没完了？饿死了都！” 李玉玲连忙带我们去吃饭。进了饭店，我也不客气，把我想吃的、以前舍不得吃的，通通点了。不管他们，就可劲造。我看到一直有人给他打电话，他都挂了，最后直接关机。回去的时候，他们三一直离我远远的，生怕被人发现我们是一家人。我就故意往上凑。到宾馆，李玉玲生怕我要和他住一起，先开口说：“好久没见晴晴了，我晚上和他睡。”我无所谓的点点头。 你要和我睡，我还不嫌弃你不干净呢。第二天李玉玲就要匆匆走，我故意黏黏糊糊的跟着他。老婆，我送你去。李玉玲哪里敢送什么送，又不是不认识路。我常年在工地干活，以王雨杰的体力根本拦不住我。李玉玲铁青,青着脸僵住了。王晴晴真不愧是他的好女儿，给他使了个眼色，一把挽住他亲热，把他往出带。爸难得有这份心，走吧，我们和爸一起送你。 王晴晴把我们带到这里最大的一个小区，李玉玲在一个门口下了车，淡淡的对我们说：“好了，你们回去吧。”王晴晴和王宇杰将我拦住，送到这里就行了。咱们也快点回家吧。回到家，一切都恢复原样，我一个人急得抓耳挠腮。李玉玲他们把我防得这么死，我该怎么报复？我记得他说，他是因为家里把他卖给老头换彩礼，才跑出来的，连当时离婚也说是怕他家里人在问他要钱。 自己分出去，将来不怕打官司。看来是要去他老家走一趟了、啊。我按照记忆中他身份证的地址到了镇里，在镇上找了个旅馆住下。下午下楼，看到旅馆老板在和人打牌，我搬着凳子在一边看。旁边有人见我是生面孔，就问：“兄弟，来我们镇上做买卖啊？住几天啊？”我递了根烟，老实巴交的笑笑。待不了多久，我向你打听个人，李玉玲，你认识吗？ 路人接过烟，点上抽了一口，名字听着耳熟。旁边打牌的有个提醒：“大林子，西头老李家的小女儿。”见他还是没想起来，打牌的急得挤眉弄眼的说：“就是和刚子好的那个。”“哦，是他，你打听他做什么？”他好奇问我。我挠了挠头，叹了口气：“不瞒你说，他骗了我点钱。”旅馆老板把牌放下，凑过来：“大兄弟，我给你说，你找过来没用。大林子他们家……” 早把他赶出家门了。我掏出烟盒给他们散发，我也不是想要钱，就是气得很。他啥话没说就走了。我想找他问问。旁边人接了烟，七嘴八舌的说：“那你是找错了，他不可能回来。当时他和镇上的刚子好，气得老李头和他断绝父女关系。镇上谁不知道，刚子就是个二流子，整天偷鸡摸狗、惹是生非的，谁家好姑娘愿意跟他？就大林子没脸没皮，整天跟着他混。” 要是我家姑娘，我也断绝关系。后来刚子因为杀人，两人就跑了，听说被抓了。哎，在哪里被抓的？立马就有人回答：大溪县嘛。刚子跑到那里被抓的，当时还上了新闻。大溪县不就是我们隔壁的县？这时又有人神神秘秘的说：有人传大刚子吃枪子前，给他爹娘说他家有后了，他爹娘都死了，也没见大林子带着孩子回来过。旁边有人撇嘴。 怕是就没生下来。大林子这女娃，一看就不是个安稳过日子的。现在哪有男人那么傻，给人家养孩子？我苦笑，这个傻子就坐在这儿呢。旅馆老板拍拍我安慰：“大兄弟，听哥劝你一句，别找了。大林子不是个过日子的女人，你回去踏踏实实过自己的。”我抹了把脸，点头。这个事情就说得通了。李玉玲的二流子男朋友，因为杀人，带着他逃到我们隔壁镇。 等男朋友被抓，李玉玲才发现自己怀孕了，想找个老实人养孩子，就找到了我。村里日子太平淡，她过不习惯，就自己出去打工。可是自己又吃不了苦，就想着骗人，但是犯法的事又不敢做，就想出来和我离婚，再找人嫁了。我摸着头想，我又不知道李玉玲嫁给谁，就算打官司说孩子不是自己的，也就让他们名声扫地而已，大不了他们娘仨换个地方继续过日子。 这样的下场太便宜他们了。正在发愁，突然听到车上人说征地，想到最后李玉玲说的拆迁款，顿时有了主意。还在车上呢，王晴晴就打电话问你在哪，家里怎么没人？我没好气的说你们俩跑得不着家，我一个孤寡老头子还能去哪？王晴晴焦急的质问你是不是去找妈了？你怎么说不听呢？妈好不容易找个轻松点的人家，你就去捣乱？你在哪？我来接你。 我淡淡的回，行了，我知道你们不愿意我去找，我没去，我在老家，马上就回来。刚进家门，王晴晴就举着手机问我，好端端的回老家干嘛？你是不是偷偷去找妈了？我拍掉她的手，没大没小的跟谁学的？我去找你妈干嘛？我回老家办大事。王晴晴一脸不屑，你能有什么大事？我故作高深的开口，县上打算在老家修路，要征家的地，你说是不是大事？ 王晴晴明显不信，捣鼓了会手机，尖叫着蹦起来，一脸兴奋地问：“爸爸，新闻上说要在这里修路，真的要买咱家的地吗？”我点点头，傲气的回：“那还能有假？村长都找我回去谈话了。”王晴晴亲热的扑过来，跟你怎么说的？要争多少？给多少钱？我推开他，小孩子别问这么多，我也累了，先去补个觉。没过多久，就听到敲门声，王晴晴小声的在门外叫。 爸爸，起来吃饭了。我冷笑，二十年第一次学会敲门，原来不是他们不懂礼貌，是不想对我礼貌。我起身坐到桌前，王晴晴殷勤给我倒酒。爸爸，你多吃点，这么多年辛苦了。我慢条斯理的吃着菜，你们懂事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以后我和你妈都不用出去打工了，咱们一家也能过上好日子。王晴晴兴奋的点头，正要开口，王雨杰大包小包的开门。 进门把东西放下，就喜气洋洋地说：“我刚去打听了下，确实征到咱们村了。听说有的要给好几千万呢。”说着拿出一瓶好酒，把原先的酒放到一边，责备的对王晴晴说：“姐，你也是，怎么给爸喝这种酒？爸不是说腰不好吗？这个酒里有药材，对身体好。”我老怀欣慰的看着他们，都是好孩子，爸吃点苦吃习惯了，你们过得好就行。屋里气氛融洽。 王晴晴和王宇杰兴奋的一直在说话，我也不停的附和。晚上，李玉玲也高兴的打电话：“死鬼，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通知我！”我被突如其来的撒娇恶心的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恨声夺气的说：“怎么通知你？平时我找得到你吗？发信息不回，打电话不接，我请人托梦给你啊！”李玉玲娇滴滴的干笑：“哎呀，老公，人家不是忙吗？你别生气哈，等我过两天就回来。”我故意的讽刺她。 开始请半天假，电话都打个不停。怎么现在主家这么好说话，让你回来？李玉玲厚着脸皮谄媚，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能不回来吗？等我过两天回来，给你做好吃的。我冷笑，有钱就是好。李玉玲嫁给我二十多年，什么时候主动做过饭？我不愿意在家里看他们谄媚的嘴脸。不知不觉走到常去的饭馆门口，刚好碰见有个人往出跑，老板娘在里面大喊小偷。 我一把将他薅住，按在地上。老板娘惊慌失措的跑过来：“大哥，太感谢你了！这小子刚才趁我不注意偷我手机。”我不好意思的笑了笑。等警察把小偷带走，老板娘热情的邀请我进去，说要请我吃饭。饭桌上，老板娘犹豫很久，说：“大哥，我看你人挺好，我问一句，你家里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？”我想了想，摇摇头：“我一个老实本分的孤家寡人，谁能害我？” 说完就意识到不对，难道是李玉玲？我不好意思的问，怎么了？怎么问这个？老板娘神神秘秘，有个女的，那天拿了一张你的照片，问我有没有见过你。我估摸着是有人要整李玉玲，所以在到处打听她。我拿出手机递给老板娘，麻烦妹子下次看到这个女的，给我打个电话。老板娘一边存号码，一边说，大哥你太见外了，以后你叫我秀云吧。 没过几天，老板娘就打电话说看到那个女的了。我匆忙过去，看到是一个年轻女孩，拿着照片在到处问呢。我直接走过去问她：“你找我有啥事？”她回头看了看我，再看看照片，礼貌的说：“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聊聊，可以吗？”我点点头，把她带去秀云的饭馆。秀云看到我们来了，让我们去楼上的包厢聊。女孩礼貌的介绍她叫小潘。我给小潘倒了杯水递过去：“你到处打听我干啥？” 我又不认识你，小潘接过水杯问：“请问李玉玲和你是什么关系？”我看着他，孩子他妈，他同情的看着我。你知道他在外面做什么吗？我笑了笑，他跟我说他在外面当保姆。小姑娘，你想说什么直接说。他沉默一会儿，从包里掏出来一叠纸递给我，你先看看这些吧。我接过来一张张的翻看，里面记录李玉玲多次和别人结婚，而且都是六十五往上的老头。 原来他用结婚骗老头的钱，我吃惊的看着他，他骗到你家里来了。小潘表情凝重的点点头。我奶奶走的早，就给爷爷找了个保姆，谁知道过了大半年，爷爷居然背着我们和他领了结婚证，我们不同意也没办法。女孩难过的叹了口气，她结婚也没什么，家里怕她被骗了受不了。我查的这些人，李阿姨都是和他们结婚一年多就开始闹离婚，前段时间李阿姨不接他电话。 就把他气得差点住院，我怕到时候。我知道李玉林是个黑心肠的，但是没想到他这么坏。我问他，你咋找到这里来的？他抿了抿嘴，当初他和爷爷结婚，家里就托人调查过他，基本信息啥的都知道，毕竟相差二十来岁，总的防着点。前几天同学给我发了你们在一起的照片，我看见你们在一起比较亲密，就想来问问。他把手机递给我，你看看这个视频。 我是通过王晴晴找到这里的。王晴晴喜欢在网上炫耀，比较好找。我接过手机一看，里面王晴晴亲密的搀扶着一个老头，笑容灿烂的说个不停。李玉玲在一旁慈爱的笑着。我冷笑一声，人家是上阵父子兵，他们一家人倒好，行骗都是一家人出动，难怪老爷子会上当。老头多好骗，特别是子女都不在身边的，冷不丁出现了一个天天围着你知冷知热的人。 那个人还给你扯结婚证，连带过来的孩子都亲亲热热的捧着你，这一套下来，哪个老头不迷糊？难怪这些年李玉林回家花钱都大手大脚，打起牌来输再多也不心疼，原来输的都是别人的钱。我拿着资料问他，你咋不直接把你查到的这些东西给你爷爷看？他摇摇头，老爷子快七十了，怕他看了气出个好歹，只能悄悄的提醒。 但是李阿姨是个厉害的人，把老爷子哄得团团转，我们也是没办法。我将家里最近的情况说给小潘听，小潘若有所思的点头。难怪最近周阿姨一直在家闹，我正愁怎么对付李玉玲呢，正好小潘送上门来，是该让这个丧良心的付出代价了。我看着小潘问，你现在能联系到以前被李玉玲骗过的人家吗？然后笑着肯定的说，你们现在问他要补偿是最好的机会。 他怕你们闹大了，肯定会答应。小潘礼貌的道谢，交换了电话号码后离开了。下楼后，秀云看我脸色不错，关切的问我也不好多问，但看你气色不错，事情都解决了。我摆摆手，有些眉目了，也不是啥大事。正巧电视里播放村里要修路的新闻，我看秀云丝毫不关心，好奇问，听说下面有个村要修路，你咋不关心？最近好多人谈这个呢。秀云撇撇嘴。 再好也是人家的，和我有没关系。再说了，突然报复也不一定是好事。我来了兴趣，这话怎么说？他一边麻利的擦桌子，一边说：“这人啊，突然报复就容易飘。你看新闻，多少人因为拆迁、征地一夜暴富，然后去赌博的，最后弄得妻离子散，过得还不如没发财的时候呢。”转头看我赞赏的盯着他，羞涩的说：“我也就在王哥你面前说说，让别人听到了。” 还以为我嫉妒酸呢，我笨嘴笨舌的宽慰。我觉得你的说对，还是踏踏实实过日子好。从那以后，我和秀云的关系亲近了很多，我也愿意去她那里和她聊天。她和周玉玲完全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人。她很善良，有时候碰到流浪汉，都主动去给人家饭菜。她是勤劳，饭馆里里外外都是她打理，就请了个帮厨和打杂的。秀云的女儿小朵朵，再也很乖巧可爱。 每天王叔叔、王叔叔的叫我。这天我回家，王晴晴乖巧的给我泡杯茶，然后小心翼翼的问我：“爸爸，你最近怎么天天出门啊？”我接过杯子，对他慈爱的笑着说：“都是忙的的事实,实，等钱一到，我就去给你们买房买车，给咱们晴晴公主买最贵的车。”王晴晴眼睛都亮了，假模假样的拒绝，也不用太贵，随便买个百十来万的就行。王宇杰听到后，也从卧室窜出来。 缠着我，爸爸你可不能偏心，我也要。我哈哈大笑，有，你们都有。等款子到了，要啥买啥。王晴晴年缠着我抱怨，还要多久啊？我都想快换个手机了。刚出来款 iPhone 十五，我一看到玫瑰金就想要。我乐呵呵的看着她，哪有这么快？人家不得走流程啊。不过我们小公主既然想要，那就自己先想办法买，爸给你报销。王晴晴眼睛滴溜溜的转。 真的吗？那我还要最新的笔记本，还有香奶奶家的包。王雨杰也不甘示弱，我也想要新电脑，还有新鞋子。我豪爽的大手一挥，都买，反正我的钱都是你们的，不给你们花给谁花？我还指望你们给我养老呢。王晴晴和王雨杰听了这个话更加放心了，又说一堆好话才走。下午我就接到贷款公司电话，询问我是不是王雨杰和王晴晴的父亲。我在心里暗喜。 两个小兔崽子终于上钩了，借贷公司估计打听了，知道我家征地，放心的借给他们，以为我是他们父亲，一定会帮他们还。我冷笑，我现在是他们的父亲，以后就不好说了。终于等到村长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回去开会。两个兔崽子比我还激动，缠着我要和我一起回老家，被我骂了一顿，老实的待在家里。回村里开了会，我盘算了下，估计能拿个几百万。回到家。 王雨杰和他姐姐像两只苍蝇一样围着我转，不停的问我到底给多少。我咂咂嘴，没有多少，一千来万吧。王晴晴和王雨杰尖叫着，拥抱在一起，口中不停念叨：“发财了，发财了，破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头上了。”我坐在沙发，喝着泡好的热茶，翘着二郎腿问他们：“现在家里有钱了，咱们现在去把你妈接回来？”王雨杰和王晴晴立马就安静了，四目相对。 不知道说什么，我心里冷笑。幸好当初李玉林做的绝，和我扯了离婚证，又把房子放在儿子名下。儿子一成年，就把孩子们的户口都分出去了。当时想着以后方便甩开我，没想到现在却成了保护我的东西。如果我发现李玉林和别人结婚，一生气不理他们，他们要拿钱，就要证明自己和我有亲子关系。可是他们怎么证明？本来就不是我的种，所以想要拿钱。 只能最大程度的瞒着我，讨好我，这个道理我都能想到，他们怎么会不明白？王雨杰干巴巴的笑，也不急，毕竟妈也在哪里做了这么长时间了，突然走也不好。我把杯子砸到地上，愤怒的骂：为了外人就让你妈受苦，你们就不知道心疼她？那是不是我把钱给你们了？以后我病了也没人管我？王晴晴舔着脸凑过来：爸爸，你先消消气，小杰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当然心疼你们了。 只是这么突然，确实不好。这样吧，我让妈给人家商量商量。我看了看他们，失望的叹口了气，回到卧室给李玉玲打电话。这次很快就接通了。李玉玲温声软语的问：“老公怎么了？”我得意洋洋的给她说：“村里刚才开会，说家里的地能分一千多万呢。”李玉玲小声惊叹：“啊，这么多！”我一听这么小声，就估计她不知道躲那个角落里接电话呢，于是故意问她。 怎么你说话声音这么小，我都听不见你说啥。李玉玲只好让我等会儿，找了处地方大声回答。我冷冷的说：“看你现在接个电话都躲躲藏藏的，太可怜了。要不然我去接你回来吧，有合同咱不怕赔就是了，家里又不是没有钱，不想让你再辛苦。”李玉玲哪里敢让我去找他，着急的编借口：“老公，我知道你心疼我，可是这家老人生病了，我一走也实在找不到接手的人。” 咱也不能做那种没良心的事吧？我冷笑，你李玉玲做丧良心的事还做的少了吗？我明知故问，你昨天还说请假回来，怎么现在就离不得人了？李玉玲支支吾吾，这不也是巧了吗？今早突然病的。我生气的吼，行，那你就伺候别人吧，反正咱俩也没有结婚证，说起来你也不是我老婆。说完挂断电话，我是畅快了，可是他们娘三急得跳脚。 李玉玲现在一脑门官司，又不敢突然回来，怕人家跟着她找上门来，嫁人的事情就败露了。我故意对着王雨杰和王晴晴说：“以后就咱们三过日子了。”我估计你妈在外面有人了。王晴晴他们急得跳脚，怎么会呢？爸爸，你不是上次去看过了吗？我故意伤心的摇头。李玉玲那个女人太狠心了，估计连你们都骗了。要不然，为啥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死活要在别人家里当保姆呢？ 王雨杰和王晴晴也没办法让李玉玲能立刻回来，只能天天围着我献殷勤，安慰我，一会儿给我买衣服，一会儿给我各种养生用品的，每天甜言蜜语，忙得不可开交。我都没要，故意在他们面前唉声叹气，买这些没用。昨天有村里人给我出点子，说能要的更多，可惜现在手里没钱。王雨杰和他姐一听，立马围上来问我，故意挤眉弄眼，神秘兮兮,兮的说。 村里有人想多弄点钱，就说买点好树苗种上，看到时候能不能多要点。说完，重重叹了口气。可是我哪里有钱啊？钱都给你们用了、啊，你妈也靠不住，心都野了。王晴晴眼睛滴溜溜的转着，然后陪笑道：“我去给妈说，你放心吧，妈心里绝对是有这个家的。”他们果然没有怀疑我，又着急表现，很快就把借来的钱给李玉玲，再让李玉玲给我。 我拿着钱存到了银行，想一个人清净会儿，又走向饭馆。刚走到路口，就看到小朵朵被摩托车撞倒在地。我急忙给秀云打电话，然后跑过去把朵朵抱去医院。没一会儿功夫，秀云也满脸焦急的赶来。我看她慌得腿软，连忙上前扶住她，安慰：“没事，医生给朵朵检查了，擦破了点皮，其他没事。”秀云一下子松了口气，红着眼圈说：“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。” 我摇摇头，别说这么见外的话，孩子没事就好。我把他们送回家后准备走，秀云叫住我，我回头问咋了，秀云不好意思的说：“你把衣服脱下来。”我脱下来一看，原来是后背胳肢窝那块跑线了。我窘迫的挠挠头，衣服穿的太久了，这什么时候破的也没注意。秀云红着脸拿出针线，问我把衣服要过去缝。我看着她补衣服温柔的样子，突然心里想。 要是我老婆是秀云就好了，因为心里存了这个念头，拿衣服的时候都不敢看和她对视。从那以后，我和秀云之间的关系好像有点不一样了，我们好像比以前生分了，但是又比以前亲密，有种年轻时候的感觉。舒心的日子没过几天，小潘给我打电话道谢，说李玉林给了他们几家赔了钱，也和他爷爷离婚了，只是到底是让老爷子伤了心。我估摸着李玉林为了扒住我。 应该是倾家荡产了，就算他有房子，那也不够他们还账的。最后不舍得看着秀云和朵朵，李玉玲回来了，就不能经常来看他们了。小潘知道给李玉玲回来了，给我打了个电话，知道我要报复他们，心里也恨极了李玉玲，巴不得她没有好下场，所以送了我个摄像头。我按照他教我的，把摄像头小心的安装在客厅的隐蔽处。李玉玲兴高采烈的回家，看见我，就像见了唐僧的女妖精。 一个劲的往我身上扑，晚上还要和我一起睡，我只好说自己腰不好，晚上一个人睡觉习惯了。好在他和孩子们一样，见我还是一副好欺负的老样子，是个软柿子，很快就恢复了本性，开始天天摆阔太太架子，不着家的打麻将。王雨杰和王晴晴看见我对李玉玲这样，也每天都大包小包的往家里搬东西。王雨杰更是豪横的买了一辆车，美其名曰先练练手。我在一旁。 老怀欣慰的看着他，感叹：“还是我儿子有出息，会享受。”他们经过我的捧杀，花起来钱来更起劲了，居然嫌弃城里地方小，时不时的拿着钱跑到大城市去潇洒。我哪里会反对，任由他们挥霍，把一个宠溺孩子的老父亲演到了极致。没过多久，就听王晴晴问：“妈，你咋还住我屋呢？”李玉玲不屑的回答：“那个死老头不愿意和我住，我现在又不好凶他。” 王晴晴担忧的看着他，那你都不担心，还每天打麻将呢？李玉玲恼怒的瞪着他，那你说怎么办吧？那个老头估计是不行了，现在睡觉都反锁门，怕我摸进去。王晴晴眼珠转了转，一脸机灵的给他出主意：你下午别去打牌了，弄桌好菜，然后给爸提领结婚证的事，我和小杰给你帮腔。李玉玲点头答应。下午做好饭菜后，把我请到桌上，王晴晴狗腿的给我倒上酒。 李玉玲也倒了一杯，端起来，含情脉脉的看着我。老公，这么多年，你为这个家受累了，现在好日子就要来了，咱们要不然去把结婚证领了，来个双喜临门。王晴晴也在一旁点头。对啊，到时候我们全家一起拍照，我还没见过妈妈穿婚纱的样子呢。李玉玲也假装害羞的低下头。你这孩子，婚纱都是你们年轻人才喜欢的的东西，我老了就不乱花钱了。 和你爸踏踏实实过日子就行。我在心里不屑的冷笑，李玉玲都嫁过好几次了，婚纱怕是都穿腻了，还在这里给我装老实呢。我似笑非笑的看着娘仨，怎么好端端的说这个？难道在外面干了什么亏心事，怕被我发现了？几个人交换了下眼色，李玉玲娇滴滴的给我夹了筷子菜。死鬼，乱开什么玩笑？我冷笑着问，既然你不怕，那你干嘛要和我领证？以前我也提过。 你是怎么拒绝我的？你还记得吗？我把碗重重放下，重复那时候他回答我的话。咱们反正住一个屋里，有没有结婚证都一样。儿女都这么大了，难道我还能跑？我咧着嘴笑，你当时是这么回答我的吧？看着李玉玲跟吃了苍蝇一样，我笑得特别开心。我不仅自己笑，我还问王晴晴和王宇杰，你们看他那样，傻不傻？自己说过的话都不记得。 王晴晴和王宇杰只好陪着我一起笑话他。自打结婚以后，我在他面前就像个奴隶一样，低眉顺眼惯了。现在突然这么嘲笑他，把他气得脸红脖子粗的，但是又拿我没办法。我又问王晴晴他们：“难道我不和你妈领证，你们就不是我的儿女了吗？”王晴晴他们吓得连连摇头：“爸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们怎么会不是你的儿女？”王宇杰更是吼李玉玲：“妈，你也是的，好端端的说这个干嘛？” 爸爸以前这么辛苦，宁愿自己吃素，也要让我们吃肉。领不领证的，难道还会委屈了你？我赞扬的看着王宇杰，还是我儿子明事理，不愧是大学生，也懂得心痛老子。不想有些人就知道天天找事。说着看向李玉玲，你是不是一天天闲得慌？怎么想一出是一出的？你要是好日子过不惯，就回老家种树去。李玉玲让我说的，脸一阵红一阵白的。 只能不断的给王晴晴他们使眼色，王晴晴他们才被我说过，哪里敢帮他说话？我欣赏了一会儿他们脸上的表情，愤怒、害怕、担心掺杂在一起，太解恨了。吃完就说自己出门遛弯，其实是想找个地方听他们说啥。刚戴上耳机，就听李玉玲埋怨王晴晴：“都怪你，让我提领结婚证，害得那个土老帽还来笑话我。”王晴晴一脸无奈：“我的妈妈哎，你真是心大。” 如果你做的那些事被发现了怎么办？李玉林想了会儿，肯定的说，不可能，我都花钱处理好了的。而且有几个老头离了婚就气得病死了，没死的也都在养老院呢，哪能跑这么远？王晴晴翻着白眼，我是看爸不亲近你，才提醒你的。真出了事儿，你可别埋怨我没提前说。王宇杰瘫在沙发上，懒洋洋的说，怕什么？就算老头不认妈了，不是还有咱俩吗？ 老头还指望咱俩给他养老呢。王晴晴盯着他问：“如果他发现咱们不是他亲生的呢？”王宇杰不屑的笑了：“以他的智商，他能发现的得了？妈骗了他多年都没事。要我说啊，你也别整些幺蛾子了。以前咋样就咋样，整的多了反而让老头怀疑。”王晴晴思考了下：“你说老头会不会什么都知道了，故意给我下着套呢？”王宇杰被逗得哈哈大笑：“老头要是有这个智商？” 还眼巴巴养我们二十多年，你还不如说我是秦始皇呢。李玉玲也在一旁嘲笑，他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当初我生你们说是早产都没怀疑，让他离婚也老实离了，就他的智力能想到这个？王晴晴抿抿,抿嘴，总之你们还是小心点好，毕竟钱还没到手呢。妈也是，别每天打麻将，空了也做做饭啥的。李玉玲敷衍着答应了。王宇杰正在打游戏。 哪有心情听他一直说？不耐烦的道：“你要是害怕，就别花钱，别到时候眼红我就行。”王晴晴无奈的闭嘴，也去玩手机了。我把刚才那段视频保存下来，想着好久没见朵朵了，就去找秀云。没想到秀云开门后，冷冰冰的对我说：“王哥，你是有家室的人，以后还请你自重，不要再来找我。”不等我解释，他就关上了门。我失魂落魄的走在街上，不知道属于我的温暖在哪里。 都怪李玉玲，是他搞得我现在这样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我气冲冲的回了家，看见只有王晴晴一个人在家。他见我阴沉着脸，小心翼翼的问我：“爸爸，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差？”我耷拉着脸问：“李玉玲呢？”王晴晴小声说：“妈妈出去打麻将了。”我冷笑：“他还有脸打麻将？我的脸都被他丢干净了。”王晴晴乖巧的过来拍我的背，给我顺气：“爸爸，你别生气。” 怎么了这是？我瞪着他问：“你知道你妈这些年在外面干什么吗？”他摇摇头，一脸无辜的望着我。我狠狠的说：“他在外面给我戴绿帽子。”刚才我出去，有人在背后叫我“活王八”，想着为了他们，秀云都不理我了，我难过的忍不住想哭。王晴晴看我流泪了，以为是被李玉玲气的，赶紧哄我：“爸爸，你别听有些人瞎讲。”我擦了擦眼泪，看着他，看来你和你妈是一条心的。 那以后你跟你妈过吧。王晴晴吓得脸都白了，急忙解释：“不是的，爸爸，从小就是你在照顾我们，我当然是和你一条心了。”我点点头，那好，等下他回来，你帮我审问他，你最聪明，以后这些家产可以给你开个公司啥的。王晴晴听后假装高兴。我又给王雨杰打电话说：“如果他还认我这个爹，就快点回来，家里发生大事了。”等王雨杰回来，我又把话重复了一遍。 然后背着手看着他俩，语重心长的说：“李玉玲虽然是你们的亲妈，但你们也别忘了，谁养活你们这么多年。等下你们帮我审他，谁问的多，谁就和我是一条心，我以后就把家产大头给谁管。”王晴晴和王雨杰听了我的话，面面相觑的坐着，我也没再多说什么。李玉玲很快就回来了，估计是王晴晴给他通风报信。他一进门就谄媚的笑着跑过来，有着身体靠近我。 老公，这是怎么了？谁惹你生气了？我躲开他，李玉玲，我没想到你居然让我当了这么多年的活王八。他一时也不知道我到底知道多少，只能装傻充梦，坐在地上干嚎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就出去打了个麻将，无凭无据的就说我偷人。我双手抱胸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王晴晴和王宇杰。王宇杰浮夸的冲李玉玲喊：“妈，你到底背着我们做了什么？” 李玉林还在咬着牙狡辩，我李玉林清清白白的做人，怎么会做这种不要脸的事？你拿出证据来！我狠狠的踹了凳子一脚，你到现在还在嘴硬。你要是清白，黄河都得改名叫清河，还要什么证据？现在满城上下，谁不知道我王守仁是个活王吧？李玉林坐在地上，咬死不松口，一个劲的说没有。我示意王晴晴和王宇杰去问，他们都不动，可怜巴巴的把我望着。 我看他们这样，决定给他们下个猛药，装腔作势的往外面走。算了，我也看清了，你们才是一家人，这么多年孩子白养了、哦。王宇杰看我要走，急得上前，啪的给了李玉玲一耳光。你把爸爸都气哭了，还不说实话？李玉玲捂着脸，不敢相信的看着自己的亲儿子。王晴晴紧张的拉着王宇杰，怕他再动手。我走过去，拍拍王宇杰的肩膀，还是儿子好，懂老子的心。 瞟着王晴晴，阴阳怪气的说：“女儿就靠不住了，与身外向。”王晴晴拉着我的衣袖恳求：“爸爸，你想想妈妈这多年为了这个家操劳，就放过她吧，她以后不敢了。”我甩开她的手，看着她失望的说：“你光想着你妈妈，你就没想过我？这么多年我不累吗？哪个男人能承受一顶绿帽子？既然你这么心疼你妈，那你和你妈去跟你们的野爹过吧。” 李玉玲捂着脸流泪，估计还没从被亲儿子甩耳光的打击中缓过来。我冲王宇杰问：“儿子，你能懂我的心情吗？王宇杰脸色尴尬的点头。我拍拍他的背：“你帮我继续审他到底给我戴了多少顶绿帽子，我不想看到他了。你问出来给我打电话。”说完就出门，随便找了个宾馆，舒服躺下后看家里的视频。我走之后，李玉玲跳起来就要打王宇杰：“你竟然敢打我！” 王宇杰来不及躲闪，脸被抓了几条血印。我不打你，难道要跟着你喝西北风？李玉林继续不依不饶的扑打他。我为你们做了这么多，你居然敢为了这个老头打我！王宇杰一边躲一边喊：“那你要我怎样？”你自己做的丑事被发现了。李玉林继续扑上去撕扯。老娘做那些事，还不是为了你们？老头能给你们买高档手机和高档衣服吗？要不是你们…… 我会一直陪那些老不死的睡觉吗？你真是白眼狼！王雨杰实在躲不过去了，重重的把他推倒在地。你清醒一点！王晴晴连忙将他扶起来，责备王雨杰：就算骗爸，你也不能打妈啊！王雨杰看着他嘲讽的笑，要不然怎样？和你一样偏袒妈，到时候一个都保不住，大家一起喝西北风！王晴晴又埋怨李玉玲：我当初都说了让你小心点，你看吧。 现在爸知道了，王雨杰烦躁的抓抓头发。现在的问题是，爸到底知道多少？王晴晴想了想，估计知道的不多。妈嫁的都是外地的，谁会千里迢迢跑过来说这个？要是个真知道妈背着她嫁过人，估计对你我不是这个态度。王雨杰看着李玉玲，不是外地的，就是就是本地的喽。妈，你到底还做了什么？李玉玲捂着脸，支支吾吾。难道是经常打牌的那几个嘴巴不严？ 王晴晴气得都快炸了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这个节骨眼，你就这么忍不住？李玉玲也不掩饰，理直气壮的说，以前每年回来也都这样，你们都没说过啥。再说了，我就不能有点生理需求？到底是在自己儿女面前，还是要点脸面？又低声解释，你爸他现在也不碰我。王晴晴烦躁的走来走去，冲着李玉玲喊，我还千叮咛万嘱咐的，你怎么就不小心点？ 现在什么节骨眼，能和以前一样吗？你平时多张扬，自己不知道啊！现在不知道多少人家盯着我们，不想让我们好过。王雨杰无奈的看了李玉玲，转头问王晴晴：“你别喊了，赶紧想办法把事情解决了。估计妈是保不住了，哪个男人受得了这个？”王晴晴烦躁的抓头，她自己做的那些破事，就差被人抓奸在床了。以前还好爸老实，也没人乐意多嘴。 可是现在谁不知道爸马上就要发财了？谁不想卖个好？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说完又紧张的问：“我刚才没动手，你说爸会不会真的不给我财产？”王宇杰嘲讽的说：“都是一个窝里出来的老鼠，我还不知道你，你没动手是怕爸认为动手的人心狠，对吧？”他得意的笑着说：“还是男人最懂男人，这种事情啊，就是要下狠手才行。”王晴晴一脸懊恼：“早知道。” 我就假装推下妈了。李玉玲不敢相信的看着眼前的儿女，我在宾馆里哈哈大笑。李玉玲啊，李玉玲，被自己最亲近的人伤害的滋味好受吗？自己用不正确三观培养的果子，自己吃下去的味道如何？王雨杰知道我不是他亲爹，不过我含辛茹苦的养育了他二十年，一直把我当工具人，还帮他妈瞒着我。王晴晴更是小小年纪就知道和他妈一起配合着骗人家的钱。 一身的灵巧劲儿都用在歪门邪道上了。这么看来，上辈子就算他们拿了钱，李玉玲估计也不会好过。一家子的唯利是图、自私自利，能有什么好下场？接下来就是王宇杰和王晴晴两人商量如何讨我欢心，完全没有人关心李玉玲的心情。我听着也没多大的意思，就睡觉了。第二天起来，王宇杰打电话问我在哪，我淡淡的说在老家，想自己安静几天。 王宇杰惺惺作态的讨好我，老家住的习不习惯？要不要我来陪你？我没好气的说，我以前在这里长大的，怎么不习惯？倒是你问出来些啥了？找到奸夫没？王宇杰吞吞吐吐的不肯说。我见状威胁他，原本以为你是个知道心痛我的，现在看来还是更偏向你妈啊。王宇杰怕我真的不给他钱，干净利落的把李玉玲卖了，就是经常和妈一起打牌的那个。我冷哼一声。 既然知道了，你不做点啥？我养你这么大有什么用？你都不帮我出头，以后还能指望你什么？王宇杰为难的说：“闹大了不好吧？毕竟是我妈。”我笑着骂他：“他做那些丑事的时候，想过我们了没有？你倒是很会为他考虑嘛！你可是真你妈妈的好儿子。”说完就把电话挂断。王晴晴看王宇杰不说话，紧张的问：“爸怎么说？他怀疑我们了没有？”王宇杰唉声叹气。 倒是没有怀疑我们，就是要我们帮他出头。王晴晴却高兴，爸这么说就代表没有怀疑我们，我们再交个投名状，和妈划清界限，就算没事了。王宇杰盯着他，你说怎么做？王晴晴胸有成竹的说：“这还不简单，从妈的姘头里找个最好欺负的，闹一闹，爸肯定会相信。”李玉玲估计听到了，哭着出来问：“你们这么做，让我以后怎么见人？”王晴晴翻了个白眼问，问他。 脸面重要还是钱重要？你要真是要脸的，能做出这些事吗？李玉玲没有想到，她心疼的女儿会这么说她。她在一旁默默的流泪。我看着监控，激动的把大腿都拍红了。说得好，这话别人说，估计李玉玲不会这么伤心，就得她最亲近的人说，才能伤害到她。王晴晴和王宇杰现在一门心思的给我表态，很快就选了一个倒霉蛋，他们直接冲到人家屋里去叫骂。 弄得很多人都知道了，不过我也不同情他，能和李玉玲一起鬼混的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李玉玲经过这件事是彻底的没脸了，走到哪里都被指指点点，干脆在家窝着不出门。王宇杰把他们骂人的视频发给我，我态度冷淡的回知道了。王宇杰从小就娇生惯养的，哪里耐得住性子讨好别人？见打电话和发消息我都不回，又不敢冲我发脾气，只能把气撒李玉玲身上。 现在好了吧，爸对我都冷淡了。王晴晴虚着眼着问：“爸不会怀疑我们了吧？”王宇杰坐下，应该还没有。李玉林让我害得出不了门，在一旁阴阳怪气的拱火。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，早晚的事。王宇杰烦躁，用电话砸向他，还不都是你做的好事？如果我是他亲儿子，还用这么提心吊胆吗？李玉林躲过电话，凉凉的提醒：“如果我要给他生孩子，你就被我打掉了、啊。” 王晴晴焦灼的喊：“别吵了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得赶紧想办法。”李玉玲狠毒的说：“趁他还没怀疑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他弄死，一了百了。”王晴晴被他气笑了：“现在是法治时代，杀了他谁跑得了？你去动手吗？”李玉玲问：“那你说怎么办吧？反正纸包不住火，早晚都会被发现的。”杨仨思考片刻，王雨杰咬咬牙：“妈说的对。” 这个是瞒不住，还是一次解决了比较安心。王晴晴惊讶的看着他，你没学过法咋的？王雨杰摆摆手，咱们几个商议商议，看有没什么神不知鬼不觉就能让一个人消失的办法。我躺在床上，听着他们在家里商量各种杀死我的方法，心里觉得空虚，对，就是空虚。突然觉得报仇也那样了。这几人已经烂到骨头里了，我恍恍惚惚走到秀云饭馆的路口。 却没脸进去，一个人蹲在路口哭。突然，一个小手抚上我的脸，王叔叔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不舒服？原来是小朵朵，她担忧的看着我。我连忙擦去泪水，瓮声瓮气的回答：没事，沙子进眼睛里了。朵朵歪着脑袋，天真的说：好奇怪哦，妈妈最近眼睛也经常进沙子。我听了更难过了，握住朵朵的肩膀：那你要乖乖听妈妈话，让你妈妈开心好吗？ 朵朵拉着我的手，把我向店里扯。你自己去给妈妈说吧。我半推半就的跟着朵朵到了店里。秀云一看到我就耷拉下了脸，但是顾及有其他人在，也不好说什么，示意我去楼上包厢等。我木讷的坐到包厢里，像是在等一场判决。没过多久，秀云就来了。他看着我叹了口气：“王哥，你别这样，咱俩就当不认识行吗？”我忍不住的落泪，我做不到，秀云。 我和你在一起，才感觉自己像个活生生的人。秀云皱着眉，你这么说，嫂子知道吗？我哭着说，我家里的事情很复杂，但是我确实没有老婆。你愿意听我说吗？秀云神色复杂的点头。于是我把所有的事情都给他说了，不过把重生换成了做梦。秀云听完还不相信，我给他看今天他们三商议要杀我的视频。秀云瞠目结舌的嘟囔，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人？ 我羞愧的点头，是我太没用。秀云安慰我：“你不是没用，你是太善良了。”秀云又问：“他们都准备杀你了，你不报警吗？”我摇摇头：“报警抓他们又关不了多久，太便宜他们了。我看他们准备怎么做，到时候配合他们，好关他们久一点。”秀云叹了口气，欲言又止的，最后还是岔开话题：“你还没吃饭吧？我去给你炒两个菜。”我吃着饭，她坐在对面看着我。 王哥，你自己的事我也不好多参与。我给你说说我的事吧。她也是远嫁过的，开始也甜蜜幸福，可是后来生了朵朵就变了。丈夫对她打骂不说，公婆也虐待她和朵朵。她想跑，又被丈夫用娘家人威胁。还好丈夫在朵朵三岁时出车祸死掉了。公婆拿着赔偿款不给她，还把她赶出了家。她问娘家人借钱开了这个饭馆。秀云温柔的看着我。 我说这些不是让你同情我，而是想告诉你，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。生活中还是有很多其他美好的事的，你已经被他们毁了这么多日子，难道接下来的日子你还要和他们纠缠吗？我呆呆的坐着，秀云把空盘子收好，留下一句“你好好想想”，就下楼了。我心里痛苦挣扎，一方面确实觉得不解恨，一方面又觉得秀云说的对，想了好久，决定还是听秀云的吧。 就算假意让他们杀我，弄得他们万劫不复，又能怎么样？万一真的伤到我了呢？留他们眼睁睁的看着煮熟的鸭子飞走，让他们每一天都后悔吧。我起身去找秀云，我想通了，就这样吧。我想开始新的新生活。秀云宽慰的点头：“你能想通就好。”我着急的问：“那咱俩？”秀云狡黠的眨眨眼：“咱俩不是一直都是朋友吗？”我回老家了一趟，把征地手续都办了。 揣着存着就去秀云她家附近看房子，期间王雨杰一直给我打电话，我都没接。他们见我一直没回家，渐渐不安，把家里翻遍了，也没找到我的证件。我看着手里的袋子笑，自从知道我家的被征用的第一时间，我就把我所有的证件一直贴身放在我怀里。王晴晴他们急得跳脚，满城找我，最后在我去找秀云的路上把我逮住。李玉玲在大街上抱着我的腿，哭喊着说我抛妻弃,弃子。 旁边有人认出他了，大声议论：“那个女的前几天还被儿女压着打奸夫吗？今天这个又是啊，这个好像是正头，啧啧啧，都被抓奸了，还有脸说人家抛弃呢？”我大声的问李玉玲，我们是不是早就离婚了？你是不是一直背着我偷人？”李玉玲哑口无言。王晴晴和王宇杰凑上来：“爸，你和我们回去吧，大不了我们把妈赶出去住好了。”我看着他们，冲他们笑。 我就不回去了，怕你们害我。对了，忘了给你们说，客厅有我装的监控，你们回去拆下。我不理他们，清白交错的脸，觉得这一辈子都没笑得这么畅快过，好像这么久的怨气也随着笑声消散了。过了好久都没见动静，我以为事情结束了，就大胆的去秀云店里帮忙。这天上菜时，发现有很多人用异样的眼神看我，还对我和秀云指指点点。秀云出去问了一圈。 回来气得发抖，他们太欺负人了！我赶紧给他顺气，咋了？谁欺负你了？他拿着手里搜索递给我，原来是王晴晴，她在视频里可怜兮兮的，说我发了财就抛弃弃子，让大家募捐，她好打官司。我看着他说的含糊其辞，心里不禁诧异，这都有人信？秀云咬着牙，只怕过几天我们就成过街老鼠了。我担忧的看着他，那我们先去躲几天，刚好朵朵放假。 我也没有出去旅游过，咱们话还没说完就挨了秀云几拳。我是让你不报仇，但是人家都这么欺负你了，你都忍得了？我握住秀云的手，就凭他连累到你，我就绝对不放过他。秀云冷着脸，我是无所谓，但是你是好人，好人不能被坏人一直这么欺负。我点头，是这个道理。你听我说，我说我们出去玩的意思，适量他们几天，不是有句古话，爬得越高摔得越惨吗？ 秀云听后马上就明白了，我们简单收拾了下，就带着朵朵一起去快乐的旅游。等我们准备回来时，这件事情已经被很多人知道了，大家都在找我这个渣男，连小潘都打电话问我需不需要帮忙，我让他帮忙联系了一个大媒体，准备开始反击。他们说我抛妻，我就放出离婚证，放出王晴晴和王宇杰打奸夫的视频，还顺带放出我这么多年的银行流水。 看热闹的人立刻就去质问王晴晴，骂他不要脸，让他退钱。王晴晴他们见我没发监控录像，以为我没有，或者是被追债的人逼得很了、啊，也顾不了太多，就抓住视频骂奸夫这个点来卖惨，说他们发现母亲出轨了，为我出气。结果我现在不理他们，自己的亲生孩子都不要，多么狠心的男人！这下又有网友讨论了，有大部分认为这么好的孩子，发现母亲出轨了。 不顾母亲脸面为我出气，我这么做太不应该了。还有的骂我，说不定早就有二心，找了个借口，儿女老婆都不要。王晴晴他们见有热度，更是咬牙花钱买了水军来骂我。这件事闹得全网皆知，我见目的达到了，在他们准备开直播带货的时候，把我之前偷偷做的亲子鉴定报告，还有当初他们亲生父亲被抓的新闻截图，以及他们在家商量如何骗我、商量着杀我的录像一起放出来。 直接将他们锤死，这下所有人都沸腾了，大家都不相信世上会有这么不要脸、这么恶毒的人。李玉玲还想翻身，在网上强词夺理，说是我身体有毛病不能生，让他去借种。可是孩子的月份在哪里摆着？网友又不是傻子，嘲讽的更凶了。他还想狡辩，在网上哭诉说都养了二十年了，血缘关系有这么重要吗？下面网友纷纷骂他不重要。 可是他们想要谋财害命也命不重要吗？小潘还有以前被李玉林骗过的人，还有他们的亲朋好友都出现了，有图有证据的追着李玉林骂，他们一家算是再也翻不了身了。倒是秀云给我打抱不平，说李玉林不该诬陷我身体有毛病。我好笑的看着他，这个问题要我怎么解释？除非你给我生个孩子。秀云红着脸，谁要给你生孩子？我蹲下问朵朵，朵朵。 你愿意以后叫我爸爸吗？朵朵点点头。如果你不打妈妈，保证一直对我们好，我就愿意。我举起手，我发誓，以后一定会对朵朵妈妈和朵朵好，绝对不会打朵朵妈妈和朵朵的。秀云流着泪，把朵朵抱在怀里，我也大胆的把她俩抱在怀里。回家过后，我带着厚礼去秀云家提亲。秀云父母都是善良的人，他们也都知道了我的遭遇，看着他们小心翼翼安慰我的样子。 让我感觉到了家的温暖。他父母害怕别人说秀云是为了钱才嫁给我的，硬是咬着牙东拼西凑了一大笔陪嫁。我好笑的又添了点，让秀云还回去。秀云开玩笑问：“你不怕我也骗你啊？”我抱着他柔声说：“我又不是傻子，吃一堑长一智，谁是真心对我好，这点还是能感受得出来的。再说了，我为了他们几个烂人，以后就要怀疑所以对我好的人，这不是傻子的做法吗？” 秀云听后，转身回抱住了我，闷闷的说：“王哥，你放心，我这辈子都不会骗你的。秀云没要我的钱，自己掏了一部分垫上，以我的名义还给了他父母。他爸妈对我更好了，每次去他家，家里养的鸡鸭鹅都会遭殃。我见他不要钱，就给朵朵存着，当是提前给他存的嫁妆。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请了很多人，村里人的长辈也都很喜欢秀云，都夸她好看，说她不容易。” 让我对他好点，我们把饭馆卖了。我不想他太累，重新开了个小超市。我了解我自己，没有多大本事，做做小生意算了。倒是李玉玲，听说她打算卖房子，但是王雨杰他们借的高利贷太多，早就被拿去抵押了。高利贷追着他们娘俩到处跑。王晴晴一早就跑远了，有传言说她在外面的声色场所上班，也有人说她在做哪个大老板的金丝雀。总之，再也没见过她。 等我和秀云的孩子出生时，我在新闻上看到了王雨杰和李玉玲的消息。王雨杰过得很不好，他渐渐蒙蔽自己，毕竟差一点成了富二代。现在梦碎了，他把一切都怪在李玉玲头上，怪他和我扯离婚证，怪他又结婚骗人家钱，怪他在家里偷人被发现。最后他们扭打在一起，王雨杰不小心失手把李玉玲捅死了。他也算是子承父业，和他亲生父亲一样，最后吃了枪子儿。 我关掉电视，抱着孩子教朵朵。来，朵朵，爸爸教你两句话，你学会了后教给弟弟。第一句话是害人之心不可有，第二句是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全文完。